Alive 系列演唱会今天晚上由 Mazka 做最后压轴演出，让我们先来看看下午彩排的实况解解渴。对于晚上的演出有什么特别的安排，马子卡则是保密到家，而且不断拉人参加，会带一点点小动作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教大家怎么去玩一些节奏。我觉得今天晚上觉得好玩的是这个啦。所以马老师的音乐教室晚上也会有？有啊，你会来吗？我要看到你，不管就这么说的嘛。你站在最前面，好，好不好？怎样的比较适合加入马老师的？像你这样子的，我就蛮喜欢你这种。今天晚上我也要看到你，就站在第二个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不要笑，你第三个。没问题。刚刚看我好像流蛮多汗的。一定啊，所以啊，你要不要来？你在这边了，你就来嘛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流个汗，对不对？想知道马子卡晚上还有什么惊喜吗？现在还有一点时间，不妨晚上赶紧把握机会。 ETV 新闻网台北报道。